尊严的人，活着干什么？大佐，请你救救他。何一，何一是我的表弟，他根本就活不了多久了。你让我试试吧，来救他。那他不能到我们的医院，给他一枪，让他死的有点尊严。 你们不能这样！闭嘴！别这样！闭嘴！嘿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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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滚走！快点！